放紧消息。你喺度行嚟行去做咩啊？系咪想帮手当值啊？我边有阿勇你咁叻做到风纪队长啊？见呢度人少少，就讲个秘密你听啦。其实我都有任务在身嘅，我呢只系忍者手环，会提醒我活用论语去完成任务。我相信只要肯努力，终有一日我都可以成为一位忍者。唔通呢个就系传说中嘅中二病？咁我唔阻你拯救世界啦。哇，又捞面又烧，买好丰富喎，一定系买嚟请我食噶啦。吓，我唔识你噶喎，做咩抢我啲嘢？喂，你唔系唔知啊？你嘅嘢就系我嘅嘢，我嘅嘢都系我噶噃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喺度哈哈霸霸，就等我用论语嚟教训你。咦？点解任务箭嘴会指住阿勇嘅？唔通系想我说服阿勇帮手？阿勇，嗰边好似有同学俾人虾紧啊，不如我同你一起过去帮手调停啦。唔使啦，我谂佢哋都系讲笑玩下啫。你睇嗰个同学仔就嚟喊出嚟咁样，佢哋唔似系玩。你睇嗰个男仔凶神恶煞，仲成个肌肉人咁样，佢一拳就打俾我哋两个啦。都系行快两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。点得噶？孔子讲过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意思即系见到应该挺身而出嘅事，又唔去做，就系唔勇敢。见到同学俾人吓，我哋唔应该袖手旁观，大家都有义务帮手制止。而且你身为风纪队长，维持秩序同帮助同学，唔系你嘅职责嚟嘅咩？你真系忍心眼白白睇住同学俾人吓都唔帮手？我梗系唔忍心啦。你讲得啱，实不相瞒啦。其实我自细嘅梦想就系成为一个勇者。只不过见义勇为唔代表要心口挂个勇字乱咁冲噶，你都系留喺度安全啲。我有办法令呢啲恶霸得到应有嘅惩罚。训导主任，呢度有人欺凌同学啊！我头先见住佢抢同学啲嘢，仲想喐手打人添啊！系啊，我都见到。我都可以做人证。系啊，我都见到系佢害人。好彩有你及时揾到训导主任，先可以赶走个衰人咋。风纪哥哥，多谢你啊！唔使客气，其实一开始我都好惊噶，全靠阿康用《论语》入面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呢句说话嚟提醒我，唔应该袖手旁观，我先可以鼓起勇气挺身而出，尽翻做风纪嘅义务咋。我本身仲想冲上前帮手，而家谂翻起真系有啲危险。你见义勇为之余，仲识得谂办法，先系真正嘅有勇有谋。看来我都要努力做多啲任务，学下点样喺日常生活中实践《论语》嘅精髓先得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，出自《论语·为政篇》。我哋比较常用嘅词系见义勇为。孔子鼓励我哋做应该做嘅事，如果遇到不义之事，应该挺身而出，唔好袖手旁观，否则就系懦弱，欠缺咗智。人勇中的勇，应该做的事如果不敢去做，就是不够勇气。当然挺身而出做应做的事，是有不同的方法和形式。怎样才能够做到最好？我们要用智慧和经验去衡量，务求做到有勇有谋。